好无聊。那边有一本唐诗的书，不过那也蛮无聊的，但也只能将就一下。怎么突然想睡觉？哎呦喂呀！你好，我是官放白鹰里的小精灵。官放白鸡是什么？好吃吗？不是啦，这是一首诗哦，让我来跟你介绍吧。好啊，我好久没去吃白斩鸡了。八月边风高，湖阴白景茫，孤飞一片雪，百里见春好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是李黑写的诗。不是啦，这首诗是李白写的。这首诗是在讲李白观赏白鹰的飞行姿态。白鹰帅气的在空中翱翔，让人感到心情舒爽。虽然这首诗很少人知道，但却是一首很有意境的诗呢。那我也该回去了，拜拜。